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克，欢迎来到我的跑步日常。我们又回到了台北大众走的单元，真的是一个难产的过程，搞了一年多，那我现在都还没有走完全程。那我昨天回到台北了，今天要来挑战就是第七段。好，那今天一样，我们邀请了 Michael 来协助我今天的宝石任务哦。来，我们来换一下 Michael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 Michael， 你要走第七段路线。好，谢谢 Michael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走第七段呢？其中有两个原因呢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因为我还有剩下一二跟三四段还没走。不过大部分人都建议说，这个一二段跟三四段是可以做合并挑战的，也就是说一加二或三加四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第七段好像是一个环形 的路线哦。那我们知道那个台北大众走那个起终点都在不同的位置，所以说在交通上就会有一点不方便。然后这一次第七段呢，我今天跟 Michael 我们两个是一起开车过来这边，这边的话车子就可以停在这边嘛，走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开车回去。如果坐捷运的话，我是建议是先到木栅站，然后再骑 U-bike 过来这边，也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。那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宝石任务必须打开我们的那个健行笔记上面的 APP， 然后健行笔记当中地图啊有一点点落差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健行笔记写的文章啊说那个名门社区公车站为出发点，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叫做对，指南宫千阶步道，这才是那个宝石任务上面地图所显示的起点处。那为什么是写到名门社区的？因为它刚好接第六段的终点，就是富阳生态公园下来的那个位置，这一点可能要留意一下哈。我是建议从千阶步道这个地方上去的。好，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的几个重点哈。其实这一条路线哈，整条路几乎是环绕在指南路三段的路径上面哈。然后其中那个三进步道的部分好像就比较不多。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的话哈，第一站当然是会看到指南宫嘛。那其中呢，会经过那个猫空缆车站，还有什么大成殿步道，会看到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猫空湖穴的地形、那个部分我觉得也不错。然后我们会经过什么茶展中心啊、鲁冰花，还有樟树步道。那最后健行笔记写的终点是飞龙步道，那飞龙步道其实就是所谓的政大校园，那是否封闭我还不知道，对，要走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啊。如果说它不能走的是封闭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当中还是一样可以穿到指南路三段那边走下来到我们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待会再跟大家聊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台北大众走第七段指南宫竹柏参道，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上去的起点了。猫咪，猫咪，哇，这边的猫很多。左右两侧都有一些古色古香的石灯笼，还蛮好看的。到了一个中继站，这看起来真的还蛮好看的。找到了第一颗宝石，这阵子都没办法出国来走一段这种富有历史文化
的步道其实也不错，想象自己身在日本。好，我们待到第500阶了，这边有一个解脱牌，昭和13年的石灯笼长这个样子啊，这是14年，我觉得它是我们家装的这个啦。这个是第二座凉亭，就比较简陋了。哇，我觉得光是走这1000阶我就够了。好，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展望的地方喽，看一下。大屯山啊，大屯山，一二段的路线。好，继续走。这边有一个解说牌，说写12生肖。那在哪里呢？就在我的正上方。哦，你看，很可爱哦，那个小雕像。那也有兔子，有。对，隐藏版的，要稍微留意一下才看得到。似乎来到一个比较宽的平台了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要左转了。这个是也是一个指示牌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了，竹柏参道过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往绿光平台上去，似乎已经快要接近第二颗宝石了，差一点点。我必须要抱怨，就是这个 app 提供的那个地图其实是非常的看不太清楚。我们要完成宝石任务的时候，手机要随时拿出来看，尽量把电给充饱会比较好。指南公站，我们走出来指南路，对，这边有个公车站牌，等一下要转进去吧。这里哦，要戴口罩，这个要注意哦。我们要走这一段，这是商店街啦。这个第七段的路线还蛮有变化。竟然还会穿过这个商店街，此处不是山，口罩请戴好。茶粿，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？七花粿，用鸡草的。七草粿。清明节叫五味的。这是绿光平台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还有水。绿光平台在上面。对。其实不赶时间的话，有景点就来给他看一下。好喘啊。哇，太阳出来了耶！到了，到了。这边有一个凉亭，麦克叫我进来看一下。猫空青山步道，它是小朋友的护眼健体青山步道，然后它有12条，所以给小朋友设计的一个青山步道，哦、然后也可以托运。对啊，健体青山步道。对，总共台北是有12条。哎、欸，这个突然间有通知哎。还有那么多樱花哎、欸！好，我们走过了这边，我刚才上去这个小山丘嘛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寻获了我们的第二颗宝石。下面是指南宫，绿光平台应该是往这边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先到，我们先去指南宫，指南宫看一下，走这个回廊下来到指南宫，对。那想要上厕所的朋友可以在这边先上个厕所。其实第七段哦，它算是变化比较多的，不是只纯粹在那个山林里面。对啊，顺便看一下这边的庙宇，这指南宫都有相当的历史，听说是从清朝的时候就有了，李纯阳祖师啊，对，跟那个拱北殿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要出去到外面那个平台了。哇，这个是一定要来看的。哇，这个就是很震撼的这里。
观景平台之后，我们又转回来到这个回廊，这边才是要往绿光平台的路。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刚刚我们通过了凌霄宝殿，接下来就是指南宫站吧。这个是猫缆指南宫站，对，这个是绿光平台，我要去看一下绿光平台。有樱花哎，好漂亮！哇，一个破印亭油渍碑，这是十二生肖。哇，就是十二生肖，十二生肖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指南路了。其实我们现在才走三公里而已，海拔现在是258。地方要留意了，台北大众走第七段正大后山彩云亭，要往这边下去，这边有一个导览图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走这个绿色的线下来，大神殿步道，正式进入了山径步道了。这个阶梯都铺满了一些碎木屑。快要接近第三颗哎，对，待会就会响。这个叫大成店铺套，整个都是一路往下。好，我们走下来喽。走下来一样接到那个指南路上面，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的路线大部分都会围绕在这个指南路。第七段要，我们等一下要右转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走。刚刚从那个海拔265一直直接降到现在海拔148，难得哎。我们来到了一个似乎要往下走的路线了，好可爱的两个小塑像，往彩云亭的方向继续往这边走。过了那个指南宫步道之旅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茶香步道了。早安，早安。对。然后这边要注意要走这个侧面的楼梯上去。这新盖的哎。哦，这新盖的。对啊，之前走好像没有走到这里。所以各位来的话要留意一些路边的那个指示路标哦。对，哦，哎，湖穴平台，太好，我们要去看湖穴。有一个小瀑布哎，我们有看到一个小瀑布哎，有一个小凉亭，哇，有个小瀑布，对，然后这边似乎是可以玩水，哇，莫非这个就是湖穴？一个洞一个洞的，我在猜想应该这里这个就是所谓的湖穴地形，湖穴平台。对，然后侧面好像还有一个步道可以走，想要走看看。刚才跟 Michael 讨论过说，我们要打算走这个小溪，沿着旁边，对，指南溪这边走过去，好像也可以到。各位朋友来不一定要走跟我走的一样的路线。哦，这边到了。刚刚如果我不走到那个小溪的话，它会从这边过来，来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右转进去。然后小溪那个指南溪的地方在下面。好，
这看各位的选择，我是建议走正常的步道比较好。很陡哎。啊，快上来了。海拔626。这条叫茶香步道。这边有一些浮雕造景。好，我们又来到了交叉路口了。好，这边有路标。好的好的。又发现了宝石了。一下找到四颗。OK。哦，你们要走上去。你们从正道那边走过来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指南宫。那、啊、你们是从哪边？没有，我们就只是从上面下来。我们从哦从上面下来，然后再走上去。这边右边可以看胡穴吊桥，我们先去看胡穴吊桥。那边去顺便把它抱过去好了。我不太敢抱啊。它不会咬人呐、啊。哎，很快就到了耶，好可爱哦。他这个手没扶还不行，好好玩啊。过来这边，我发现这条步道也蛮幽静的。你看那个地上那些石头呢，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，那个是经过长年累月哈、哦，被那个小漩涡给冲刷出来的。因为它的那个地质比较松软嘛，这个像这样的地质啊，哦，在台湾其实不多。这个也就是那个所谓我们讲猫空哦，它的由来。猫空其实是在讲。就在讲这个湖穴的意思，鸟啊坑，表面上凹凸不平的，我们都称为台语都会叫是鸟鸟嘛，就坑就坑就变鸟坑。这两个应该是狸猫啦。这边弄了一个茶壶，然后上面弄了两个耳朵，对，就是说是湖穴的意思。回到这个交叉口。左边呢是湖穴步道，会到草南桥。然后我们第七段的话，继续往上走。哇，开始又要陡坡了。走出来了，应该有一个土地公庙，福德庙。彩云亭，那继续往这边走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们等一下会往猫空缆车站前进，然后右边是往草南桥。那我们刚才是从这边进来的，然后这地方就是我们著名的国手之道，我们的那个嘉泽常来练跑的路线。茶馆中心，国手之道。哦，是哈、哦。对啊，指南宫。我们就是从最对面那边过来的嘛，指南宫站嘛，然后绕这个下面那个路，然后再上来到这里。上一次好像是前年吧，应该是前年，嘿嘿，跟那个我们立山的好朋友来这边团练过一次，天恩宫。养好多狗狗，好可爱。其实我们常在讲这个来猫空喝茶，指的就是我现在走的地方，就是这边有很多茶种。对，第五颗了耶，在这里还剩两颗，我们到了猫空站。哦，最后我们要来走那个樟树步道哦。是，这个是以前的那个木炭窑炉，看起来像碉堡一样。来补给一下，这边有卖茶叶蛋。茶叶蛋。好，我们要从这边进来，可以到阿嬷的巷樟树步道。
我记得这边好像是以前的什么鲁冰花海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到彩云亭了。彩云亭。哦，这个是第二个托运亭。他怎么长得那么像毛豆？但是他那个花已经卸掉了，所以这就是那个花就是鲁冰花，那个应该是菊花了。不是不是，他现在都已经不是花期过了。哦，盛开已经过了。哦，了解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原来这个就是鲁冰花，开完之后就变成这个果子。刷冰？没有说，我都还不知道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介绍牌，草生栽培鲁冰花，使好茶风味更佳。哦，这个是茶啦，游客似乎越来越多。好，保甲了，休息一点。走啦，你唱我的歌。刚才在那个鲁冰花那边，应该是第六颗的啦。樟树步道，继续走。樟树古厝，这一段是我遇过游客山友最多的一段。好，接回来，又会接回来指南路了。好，继续走吧。正大后山是我们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路标，然后张山寺要往右边。我们逐渐要步入尾声了，我觉得，不知不觉的居然来到第七颗了。这个视野很不错啊。正大后山要往这边下去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正大后山的方向前进。虽然我七颗宝石全部收集了。好，这就是张三寺了。要留意啊，从这条小路下去。张三寺登山口。到了，可是它好像是封闭起来的。看一下哦，这里它封起来的。台北大冲走有第八段，我怎么不知道有第八段？原来第八段是一个非常短的路线，它的终点是捷运动物园站，3.7公里而已。好，任务完成。对，已经完成三条路线。好，今天的台北大众所第七段宝石任务圆满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要走回去签我们的车子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我的距离是12公里。那因为我是有多出来一些里程数啦，
所以保守估计应该是在十公里左右。那大家如果要来走的话，不妨就跟着我今天跟 Michael 走的路线，从那个千阶步道上去，然后绕一圈，从正大顺这样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是最佳也最省时间的方法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祝大家运动愉快，天天平安，天天快乐。我是 Eric， 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